今日同大家講嘅題目咧係困苦流離。耶穌喺呢個世界上咧冇軍隊、冇資產、冇建立一間嘅大禮拜堂、冇寫過一本書，但係最後佢嘅門徒一個個嘅離開佢，只剩耶穌一個人。最後佢就被人釘死在十字架上，為我哋嘅罪死在十字架上，嚟到拯救我哋，完成咗神救贖嘅計劃。耶穌基督喺三年裏面，卻能夠成就上帝嘅救恩、上帝嘅旨意、上帝嘅計劃。究竟耶穌基督佢點樣嚟到完成呢個救恩呢？好出奇嘅喎！耶穌冇離開過呢個巴勒斯坦，偶然咧去遠居多些外族人嘅撒瑪利亞嗰度，但係耶穌竟然影響世界咁大，成為世界上嘅救主。嗱，你睇一睇我哋嘅主歷2020年呢一個主歷。我哋以前嗰啲嘅老前輩咧，佢哋寫信嘅時候咧，然之後寫主歷2020年，佢稱咧禮拜日咧嚇，唔係星期日，係禮拜日，禮拜一、禮拜二、禮拜三，所以我叫做做禮拜，當然主日啊、聖日啊，做禮拜。所以我哋做禮拜啊，做禮拜係咩意思啊？就我哋嚟禮拜去敬拜神。做禮拜仲有一個嘅意思就係 celebration， 就係一個嘅慶祝，慶祝救主勝過死亡，慶祝耶穌基督復活，慶祝耶穌基督係世上嘅主，話俾人聽，哈利路亞，讚美主，耶穌基督係救主。而聖誕節、復活節亦都是世界上的假期嚟噶，所以主耶穌基督佢嘅影響是很大的。在馬太福音9:35-38嗰度講到咧，耶穌基督做三樣嘢。耶穌走遍各城各鄉，在會堂裏教訓人，宣講天國嘅福音，又醫治各樣嘅病症。他看見許多人，就憐憫他們，因為他們困苦流離，如同沒有羊一般。馬太福音9嗰度話俾我哋知，耶穌出嚟傳道嘅時候，喺呢個加利利海嗰度見到嗰啲嘅男女老少，不論咧係有學識冇學識，有錢冇錢，有地位冇地位，有權柄冇權柄噶，個個都係困苦流離，如同沒有羊一般。所以聖經形容當時嘅人，其實亦都係形容我哋今日嘅人係困苦流離。香港97回歸的時候，就成為這個世界的第三大中心，倫敦、紐約、香港。但是到2020年7月1號的時候，香港人呢就騰騰震了，因為呢設立了一個國安法了，所以國安法咧令到香港人好困苦啦。點樣困苦啊？因為以前香港咧就好自由噶，申請示威啦，好和平噶。然之後佢哋成日嗌口號噶，啊，譬如佢哋嗌咧結束一黨專政，打倒共產黨，啊，時代革命，光復香港。嗱，而家咧，呢啲話語唔准講啦。當你講嘅時候咧，就會干犯呢一個嘅國安法啦。雖然今日我響呢度，
但係頭先我講嗰啲咧，我唔係講喎。我再澄清啊，我唔係講呢樣嘢，我係教導大家啊，教導大家。當你去香港嘅時候，甚至你係響呢度啦，你講一句光復香港時代革命，知唔知咩後果啊？如果依個嘅情報咧，俾嗰啲國安法執行人聽到之後咧，就會捉你坐監噶啦，就話你干犯國安法啦。喺我哋大馬呢個地方，我有好多嘅親友，相信亦都係你嘅親友，有冇同你講啊？佢哋咧，如果有機會出咗去咧，就唔再翻嚟啦。所以佢哋咧就流離海外，唔再翻嚟。點解？依度係佢哋住嘅地方，生於斯，應該死於斯至啱噶。哇！依度有榴蓮食喎、哦。呢度咧有叉龜碟喎，有咖喱麵喎，美食喎。你知唔知咧？出咗外邊嘅人咧，好想咧食依個馬來西亞嗰啲嘅叉龜碟噶，啊，好懷念噶。但係嚟咧咁中意食嘅嘢咧，都覺得咧佢要流離啦，要離開啦，唔再翻嚟啦。點解啊？因為佢哋困苦咯。困苦啲乜嘢啊？困苦升學咯，困苦如果我要做公務員，有冇機會啊？困苦喺呢度嘅政治咯，啊，所以困苦啦。所以耶穌嘅時代嘅人，同我哋今日時代嘅人，香港人、其他地方嘅人，都有同一嘅感覺。因為我們缺乏了安全感，我們恐懼，我們焦慮，覺得沒有保障，覺得前途不知何方前進了。所以耶穌在2000年前，他就有一個感受了，身同感受，他道成肉身，住在我們的當中，跟我們身受，身同感受。所以我們的流離痛苦呢，就等同於耶穌基督的流離痛苦。耶穌講了一個比喻，有100隻羊失去了一隻，耶穌沒有說一隻不用理會啦，我還有99隻嘛。耶穌卻是呢尋遍遍山、啊、去找回那隻失去的小羊、啊、因為不想這隻小羊呢流離困苦，不想這隻小羊呢困苦流離。所以主耶穌呢只想到我們的需要，只想到我們的感受，只想到我們的處境是困苦流離。所以我們當有這個困苦流離的時候，我們就需要呢耶穌基督了。所以耶穌基督呢就在這個困苦的流離當中呢，就做了三樣東西，三件事很重要的東西。第一件事，耶穌教導人，教導我們。耶穌走遍各城各鄉，來到去教導教訓人，宣講天國的福音，又醫治各樣的病症。所以第一樣，耶穌在會堂裡面教導人。耶穌的教導呢，就同是一個屬靈的教導，是一個天國觀的教導。耶穌的教導呢告訴我們，我們在地上呢是暫時的。耶穌告訴我們，我們在這個地上呢是過客來的，這個世界是非我家，所以我們要來到去行天国的道理，教导我们呢要把天国呢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到第七章呢，我们称为登山宝训。登山宝训呢是基督教基督徒的大宪章，每个国家都有宪章的，有宪法的。
國家的憲法呢就帶給一個國家安定繁榮，所以一些地方有惡法了，所以有惡法，有不公平的法例呢，所以人民呢就不能夠安居樂業了。咁耶穌喺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咧，宣講咧呢一個嘅天國嘅大憲章。呢個天國嘅大憲章咧，就係呢個世界和平、快樂同埋健康嘅要素。世界上咁多嘅爭論，就係因為我哋嘅憲法憲章係顯得唔公平。耶穌基督咧，佢要把天國嘅大憲章嚟到話俾我哋聽。叫我們來到去進行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這個天國的大憲章，對我們今天的基督徒來說，我們實踐的時候是有些少難處的，講少了，不是些少難處，是很多很多很大很大的難處。我就讀幾節聖經給大家聽，看看是不是很難啊。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九節，只是我告訴你們，不要與惡人作對。有人打你的右臉，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。有人想要告你，要拿你的女衣，連外衣也由他拿去。有人強迫你走一里路，你就同他走兩里路。有求你的就給他，向你借貸的就不可推辭。你們聽見有話說，當愛你的鄰舍，恨你的仇敵。只是我告訴你們，要愛你的仇敵，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。所以耶穌在這裡的要求是什麼？這個要求就是要我們弟兄姊妹，要我們人類是要和好和解，要我們彼此相愛。那這裡順便問大家了，你有沒有跟弟兄姊妹還未和解的，還未和好的，在你跟他的之間心裡還有結的？一定有，我都有，我都有一些的結、都不容易解開，一定有。所以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是不容易實踐的，雖然是不容易實踐的，但我們都要實踐。為什麼？因為這個是耶穌的教導，這個是耶穌的教訓，耶穌要我去遵行。所以耶穌說，如果我們聽了上帝的話遵行的時候，就好像屋建在磐石上，如果我們聽了他的話不去行的時候，我們就好像跟屋建在沙土上，風吹雨打就會散的了。所以無論是怎樣難的時候，我們都要實踐，讓我們慢慢扎根扎根扎根來到去生長。好了，為什麼不容易實踐呢？不容易實踐的原因，第一就是因為我們這個不是一個共同信仰基督教信仰價值的 社會群體了。所以我們在一個不同種族社會群體裡面來到 去相處的時候，就有個困難咯。我們是多元種族社會的嘛，我們都體會到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們呢要住在冰嶼港，我們住在 New Village， 你就沒什麼會選擇禁邦的了，是不是？為什麼不會這樣？為什麼 你會選擇你住？因為我們盡量呢都希望呢是共同體，大家同一個一個語言啊，一個思想啊，接近啲嘅，所以就會和諧啲嘅喎。所以基督徒咧喺呢個社會裏面咧，好多都唔係基督徒嚟嘅，所以佢嘅道德觀同我哋道德觀係好大嘅出入啊。又退一步嚟講，就算係我哋基督徒，我哋自己基督徒，我哋相處嘅時候咧，都有好多嘅困難。開會的困難，是不是性格的困難，聽道聽福音，聚會交談，事工的困難，是不是？我們自己都很多的爭論，宗派靈恩等等的困難。
所以我哋喺同一個群體裏面咧，有時候我哋都嗰啲人問：哇，點解你咁多宗派噶？點解你基督徒咧都咁亂噶？所以求主饒恕我哋，我哋先要喺翻我哋自己同屬嘅信仰裏面咧，先做好自己。咁點樣做好自己咧？頭先我哋讀嗰個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，其中咧有幾個好大嘅挑戰咧，要我哋去實踐嘅。咁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嘅總題咧，係講到咧愛神愛人啊！有人打你嘅左邊，打你嘅右邊，打你嘅左邊，俾佢打埋右邊，係咩意思咧？嗰啲基唔係基督徒咧，就挑戰我哋啦。哎，阿牧師，係咪基督徒咧可以打左邊，打埋你右邊啊？嗱，我話咧，依句説話我唔能夠答你係同唔係嘅，你一定要愛上問下你嘅，同埋我哋嘅正義喺邊度？如果你唔搞清楚嘅正義咧，我驚你陣間嚇得不償失啦。咩意思啊？嗱，你打我左邊，打我右邊。如果我未悔改的、可能我要300日才悔改，你280日打我的時候我就打回你咯，是不是？哇，那個呢還兇狠的，打得你還慘的，又說、打你左邊打你右邊的，對不起，你的時間不對，是不是、你早不 你遲些打就好過早些打、你早過頭早了280日、300日，你早了20日打了，所以你出了事了。第二，你打我，冇理由打我，报警拉你咯。哎，又话我可以打你左边，打你右边嘅。对唔住，因为你无理打我，我就报警拉你。所以打左边打右边咧，唔系任你打噶，你千祈唔好误解啦。咁究竟系咩意思啊？成个意思头先咪。重複了兩次咯，有冇聽清楚啊？兩次啊，就叫我哋和好和解，愛神愛人。你打我左邊，打我右邊，我可唔可以打你啊？梗係可以啦，打仗咪你打我，我打你咯。出邊都係咁噶啦，打交噶嘛，兩個嘈交，兩個嘈噶嘛。但係咧，你鬧我，你打我，我唔還手。是不是懦弱啊？梗係唔係懦弱啊？打翻人已經懦弱啊！唔打嘅先係強啊，強者啊，強者就越強啊，所以就唔喐手打你。所以好多啲感人嘅故事咧，嗰、那個人係打不到噶，打不死噶，俾人欺負到咧 ，unbroken 一套戲啊！啊，講到一個咧嚇、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戰嘅時候咧，一個響呢個德跑。好跑得噶嚇，好跑得嘅選手咧，啊，俾嗰啲日本兵捉咗啊！日本兵咧係咁糟質去唔打翻人，去有得去打，打到咧嗰、那個日本嘅軍長啊，跪喺度喊啊！呀，以為可以打冧佢，以為可以咧嚇打到佢反抗，竟然唔反抗喎、啊！打到個日本軍長都大聲叫啦，呀咁樣啊！最後嘅故事啊，就係呢一個嘅世界短跑冠軍世界第一大戰嘅時候咧，佢原諒翻呢個軍長啊！大家知唔知道印度嘅獨立啊？甘地做咩嘢啊？爭取獨立。面對呢個強大的英國，要打不夠去打，所以甘地咧就採取咧嚇和平手段，罵不還口，打不還手，就去響印度去宣講獨立。咁依一個嘅甘地嘅罵不還口，打不還手嘅概念邊度嚟㗎？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嗰度嚟嘅，後果係乜嘢啊？後果唔係甘地被打死，唔係甘地被坐監，後果就係甘地帶領呢一個嘅印度獨立。所以
耶穌教導我哋，叫我哋咧能夠遵行佢嘅道理。所以如果我哋基督徒能夠遵行佢嘅道理，係守聖經嘅真理嘅時候，基督徒若果肯實踐耶穌彼此相愛嘅道理嘅時候，基督教就有希望，教會就會成長啦，教會就會有好多感人嘅故事啦。所以求主幫助我哋。第一，耶穌的教導是愛神愛人。第二，耶穌基督在世上的第二個事情就是講道。耶穌的講道就是講神的話，神的話就是聖經，聖經就是神的啟示。所以聖經的話是很重要的。耶穌基督講道的圖畫是很美的，好像我們這個禮拜堂禮拜堂咧，耶穌佢就喺加利利嘅海邊講道。咁咧，加利利呢個海咧就喺個山坡上噶。咁山坡咧就一層一排一排，啲人企喺度咧就望啊，望住咧一個海邊嗰架船啦。耶穌坐喺個船去講道啦。啊，所以咧啲人咧就喺度聽耶穌嘅講道啦。咁講道亦都係教導啊，聽耶穌嘅講道。咁耶穌嘅講道咧，係講上帝嘅好消息。上帝嘅好消息係咩啊？就係福音啦。福音就係神嘅好消息。福音咧，好似一塊餅，一塊餅，一塊餅咧切開四塊，一個蛋糕切開四塊。第一塊神嘅愛，第二塊人嘅罪，第三塊耶穌嘅救贖，第四界。第四塊悔改相信，所以佢就係福音啦。福音就係好消息，好消息。點解人需要好消息啊？咁啊，聖經講俾我哋聽咧，當時嘅人係流離困苦啦，國家冇咗啦，被人欺壓啦，被猶太人欺壓啦，被外族人欺壓啦，自己猶太人又自己欺壓自己啦。被外族人欺壓冇辦法啦，但係自己又欺壓自己，又欺壓自己嘅真係可惡啦！國家嘛，國家應該愛惜子民噶嘛，保護子民噶嘛。而家你見咧啲國家咧對啲子民咧唔會愛惜噶，係咪？重罪啦，嚴刑啦，係咪啊？你做錯事咧就捉你坐監啦，乜都要對付你啦，所以。耶穌去講到咧，話俾我聽，宣布天國嘅好消息，宣布咧神愛世人，宣布咧人嘅罪得到赦免，宣布咧耶穌基督為我哋釘十字架，係要赦免我哋罪，使到我哋得到永生。宣告咧只係一個好簡單免費嘅禮物，就係你要相信耶穌基督，接受耶穌基督做救主。要悔改，悔改相信耶穌。悔改是什麼意思啊？以前呢我是愛世界的，現在我轉過來不要愛世界，我要愛耶穌。以前呢我是不聽耶穌話的，現在我要悔改，我轉過來要聽耶穌的話。悔改就好像呢我們駕車走到一條路的時候呢，此路不通，是不是走錯了路了，就回轉頭了， U-turn 了，所以我們回到主的面前。所以耶穌基督咧喺度話俾我哋聽天國嘅好消息。我哋喺世界係太多嘅壞消息，中美貿易戰、引致一個嘅金融戰、引致中國好嚴厲嘅嚟到應對付香港，在香港嚟到產生嘅國安法啊，將來咧。讓到咧依一個中國嘅經濟同埋美國嘅經濟受到大嘅創傷，大家好似攬炒，好似攬住一齊死啊！大家都唔肯去和解。中國又有水災，又有蝗蟲災，又有地震，天災人禍，好多啲壞消息。所以壞消息係太多太多啦！我哋等好消息嚟啦，係咪啊？等好消息，等好耐，等到頸都長咗。好像好消息都不會來的，但壞消息就很快來了。
壞消息咧一下就嚟啦，係咪啊？一嚟咧就唔可以出街啊，唔可以出門啊，所以好多個壞消息。所以因為太多嘅壞消息，所以我哋困苦流離。所以耶穌基督就嚟到呢個世上咧，去講道俾我哋聽，講天國嘅福音，講天國嘅道理話俾我哋聽。耶穌話：若有人在基督裏，他就是新造嘅人。旧事已过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，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耶稣基督的道就是神的话，就是圣经，所以我们不断的要读神的话，不断的呢、让我们有神的话去分享，用神的话去安慰人，用神的话去帮助人，用神的话去鼓励人。所以今天我們基督徒有一個很大的責任，就是多講神的話。怎樣多講神的話？剛才我們所讀的那段的聖經話，那些咒罵你的人為他祝福，聖經說的，為他祝福，只有祝福，不可咒詛。而哀哭的人痛哭，人呢，羅馬兵丁啊，比較壞消息嚟啦，慘啦！見到羅馬兵丁，咁羅馬兵丁一個權利咧，就係咧捉到你之後咧，你就要幫佢孭鑊啦，啊，要幫佢咧嚟到去擔嗰啲嘅軍嗰行李啊，擔一里路。咁擔一里路嘅時候咧，咁咧你就放低可以走啦。一放低嘅時候又捉你啦，唔該你幫我擔第二里路。嚇，一里路啫喎，法例係一里路嘅啫喎，而家你又要我擔？是啊，我叫你擔咩利路啊？你咪放低咗咯。而家我見到你又再捉你咯，啊又咪擔第二利路咯。所以你唔夠佢講，啊，所以軍權在我嘅手，嗱，官字兩把口任佢講。所以太多呢啲嘅壞消息，我哋好多好多嘅怨恨，所以我哋要講神嘅話，講好消息，講神嘅話，所以我哋要。實踐好消息，人打你的左邊，打你的右邊，不知道他明不明白，但是你告訴他，仍然愛你，仍然饒恕你，仍然呢，我是打不還口，罵不還，打不還手，罵不還口，我是一個和平的使者，是一個祝福的使者。結果金俊恩就帶領那個共產黨頭頭信耶穌咯，共產黨頭頭殺了他的爸爸，殺了他的妻子，上帝跟他說你要饒恕他，去跟他說饒恕他。金俊恩說怎可以面對這個仇人啊，去要講道給他聽。金俊恩牧師沒辦法講道給他聽，大哥你殺我的爸爸，殺我的妻子，上帝叫我饒恕你，上帝跟我说要你悔改，我饒恕你，神饒恕你，你要相信耶稣，讲神的话。